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今天商业谈判要介绍的是第九讲。我们这个讲次的主题呢是商业谈判的前置阶段。我们今天进入到第二个部分。我们这个讲次呢有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决定谈判的议程。第二个重点是谈判底线的这个介绍。我们这个讲次也有四个学习教学的目标。第一点是我们了解，要来帮助同学了解谈判议程它的目的，它的功用，以及在议程当中，主导者跟先后顺序它的重要性。第二个目标是，分析提出议程建议时候呢，对手可能会有的一些反应。第三个目标非常重要啊，我们要了解在谈判当中底线怎么去定出来，还有所谓 BATNA 啊，这个我们叫做谈判协议的最佳替代方案啊，它之间的这个关系。第四点是我们了解，要来明白这个影响底线的原因假设，还有影响对手底线的方法。我们今天还是要在课程介绍之外呢，我们要跟同学来做一些案例的介绍。那我们也是很高兴邀请到志俊老师到节目的现场。是，何老师好，还有这个各位同学大家好，很高兴再次来到这个节目，为大家带来这个我实际采访所碰过的比较成功的商业谈判的案例，来给各位做学习参考之用。好的，谢谢志俊老师。我们在上一个讲次提到谈判情报的收集，这是谈判它前置阶段相当重要的一个工作。好，我们现在假设，我们在进入谈判的情境之前呢，我们已经尽可能的收集到所有的在未来谈判所需要的一些资讯。好，下一个步骤是什么呢？下一个步骤是所谓的先决定谈判的议程。那什么是议程呢？议程又有什么样的重要性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在谈判呢决定谈判议程它的目的是什么？它大概有几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是知己知彼，我们透过决定议程呢来了解对方的反应，也达到了解对方的一个目的。那第二点是，透过谈判议程的决定呢，我们好像是一个沙盘推演，可以事先预演未来谈判它进行的方式跟所需要的时间。第三个也非常重要，是节省未来真正上谈判桌所花耗的所需花费的这些时间成本的浪费。第四个是避免时间的消耗战。我们知道在谈判议程决定的时候呢，我们会把未来碰到的状况都用类似沙盘演练的方式把它列出来。所以同学可以观察到很多那种大型，特别是越大型的谈判，它的这个议程的决定呢就越重要。好比说两岸的这个谈判，我们跟中国大陆之间的谈判，不可能两岸的这个最高这个主谈的领导人呢在碰面的时候呢再去谈那些细节，他们会有很多前置的幕僚作业，而且会把这个谈判议程都事先先决定下来。那到最后谈判的时候呢，速度就非常的快速。再来我们底下来介绍谈判议程它的一个功用有什么呢？第一个是练习跟对手达成协议，因为决定谈判议程呢本身就是一个谈判的项目啊。比如说我方想先谈 A 事项再谈 B， 对方可能先想谈 B 再谈 A， 所以呢我们又有一个冲突。所以我们透过谈判议程的决定呢，等于事先跟对手在进行前置的这个谈判的作业。好，第二个功用呢是有助于纵观全局在谈判未来可能发生很多不可预期的状况，我们透过谈判议程的决定呢，可以把这个未来全局的这个缩影呢先把它等于是浓缩在一个谈判议程当中可以让我们帮助了解整个大局的一个变化。最后一个功用呢是记录谈判的谈判记录的一个雏形等于是
对于未来谈判的记录啊，谈判的它的整个完整的面貌也做一个清楚的一个交代。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实务个案的这个部分。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台湾有很多这个业务员的传奇。我想志军老师采访过很多所谓超级业务员，好像我听说有一位超级业务员是这个卖车子的超级微业务员，他锁定的课程非常的特别，也有非常特别的这个谈判他的一些技巧跟他的一些手法。那是不是请志军老师跟同学是分享一下？带来这个案例是跟业务有关哈，那我想要提醒同学们注意的一点就是说，其实谈判不是这个企业大老板的专利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工作当中，其实都会运用到谈判。那刚刚这个何老师提到的，就是我今天要带来的这一位是在台湾的中部啊，彰化地区，他帮这个福特汽车呢啊卖这个彰化跟南投地区的这个一个汽车业务伙伴哈，他叫啊，一般人我们都叫他小智。因为他名字叫王坚志，跟我的名字很像啊，刚好倒过来而已。那他很厉害的一点就是说，其实彰化跟南投啊，其实并不是都会区嘛，而且现在因为城乡差距越来越大，很多年轻人都已经离开了这个农业县到都会区发展。那福特汽车卖的都是给中产阶级开的哈，那所以呢，他这个小智呢就很聪明，他就在想说，那在我所能够销售的地区当中，谁是最有可能买我的品牌的车呢？他就发现到说，医院里面的护士哈是一个可以开发的利基市场。当他锁定了这个目标群之后呢，他就进行所谓的知己知彼啊，百战百胜的这个演练。他要去了解护士的生态，所以因为护士一般都会分白班、小夜班、大夜班，那他就会在利用这个，因为交接时候是最忙的，他就不会去拜访客户，所以他会利用这个交接班之后、之前或之后的那个，比如说晚上9点、10点，或者是凌晨的2点、3点的时候呢，啊，他去拜访护士，特别是晚上，护士最无聊啊，那他去跟他男的又长得蛮帅的哈，他去跟客户聊啊，跟护士聊天拜访，然后呢，他会制作一张排班表。他知道客户的护士的需求就是要排班，因为他的作息不是周休二日，不是六日这样排，他是经常不定期的，有时候白班，有时候明天变小夜班，所以他制作一个排班表，让护士可以别在他的这个医生的这个医院的这个识别卡的后面，让他可以很轻易的打开这个牌子，就知道说啊，我几月几号要上哪一天的班，让他知道，也可以让护士呢让他的家人跟男朋友都知道说啊，他排班的状况。当他帮他解决了客户的需求的时候呢，那护士们就很记得小智这个人啊。那第三阶段他就开始去进行，就是说从护士所看得懂的简报跟这个行销的这个手册方式上面去制作他的行销的简报，然后他就很成功的把他的车卖到护士。那之后呢，他又很聪明的再去延伸到这个老师的市场啊，像何老师您是老师，很可能就成为他的这个开发的客户。那他又发现到说，要销售给老师必须要用另外一套方式，因为老师非常喜欢用一个日系的车啊，他对这个美国车比较没兴趣。那他就很聪明的去制作什么安全性各方面的，因为老师都喜欢动之以理啊，那他就用一个比较理性的简报，跟护士的这个客群就不一样。他针对不同的客群，又开发不同的行销简报，又很成功的开发出这个公教的这个市场。我觉得这是这个小智这个经验可以告诉我们，知己知彼确实是一个百战百胜的一个谈判的策略。嗯，对，确实虽然从一个中南部哈，我们是认为可能比较乡下地区的一个业务员的身上呢，我们可以学到很多跟谈判跟销售技巧有关的这些重要的一些技能啊，我想是这个个案要跟同学分享的。好，这段节目呢，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好，我们上一段介绍完谈判议程之后呢，这一段呢，我们要介绍的是谈判的底线啊。首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什么叫做谈判的底线。所谓谈判的底线呢，它的定义是这样子啊。所谓的底线呢 ，bottom line 啊，我们呢有时候呢又把这个底线呢称作叫做支撑点啊。它的意思是指谈判的当事人对某一个特定事项他谈判的结果，他最悲观的假设，那也就代表一个当事人对于万一谈判无法达成协议的时候呢，他的最后的成本效益的评估，这是谈判底线的一个定义。好，那我们刚刚介绍
到谈判底线的时候呢，有谈到一个叫做谈判者剩余。那什么是谈判者剩余呢？谈判者剩余它指的是谈判的结果对于当事人来讲，它价值高于它底线的一个部分。那这是所以谈判者剩余呢，就是指这个来区分谈判者在最后谈判的结果到底有没有获利啊，它的一个界定的标准。好，那有关于谈判的底线跟目标点，还有协议区域之间的关系呢？我们用这张图来跟同学来说明。上面呢是指卖方的立场，那这个点是卖方他的底线，它是指卖方愿意成交的最低的价格。然后呢，这个是卖方的目标点，因为从卖方的角度来看呢，它价格越高越好，所以这是卖方的目标。可是从买方的角度来看呢，这个是买方他的底线。因为买方呢，他希望买的价格越低越好，所以这是买方愿意付出最高的价格。然后呢，这个点是买方他的目标点，他的理想价格呢是越低越好。好，那这中间呢就会有一个他们双方共同重叠的部分呢，这个是指实际可能的议价区域或者让步的空间。最后如果达成协议的话，那最后的价格就会落在我们这个斜线所包含的这个区域。那如果呢买卖双方因为差异太大无法成交，那他们的这个协议区域呢就没有这样的一个空间，那这个谈判最后可能就会这个失败。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做实务个案的探讨。我们从这个刚刚谈判底线的这个方向来讲呢，很多这个房屋的买卖呢，买方跟卖方呢，常常在价格上面会有一些这个都不拢的这个情况。买方希望买的价格越低越好，卖方又希望卖得越高越好。所以呢，在台湾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房屋买卖的市场叫做豪宅市场。那这个豪宅市场跟一般的市场好像也不太一样啊，因为它有特定的卖家、特定的买家。那在台湾也有所谓的超级的这个房仲员啊，他业务员他专门就锁定这个市场。那就请教志军老师，在您过去观察采访的经验他们在这个市场有什么样特别的谈判的一些技巧？是，我可以分享这个我曾经采访过也认识的一个这个在信义房屋很有名的一个销售天后哈，他这个长期好几年都是这个该公司的这个业务的冠军啊。那我采访他之后才发现到说，这个很会谈判的人，因为所谓的房仲业啊，他实际上是拉近这个卖方跟买方之间的距离啊。所以也就是说，我们买房子的人并不是跟房仲业务员在做谈判，而是透过他去跟卖方谈判。那对房仲业务员来说呢，他最厉害的地方，他必须去说服卖方去接受买方的价格，同时他也要去帮卖方去游说买方去接受他的开价。所以呢，他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两边都不得罪，然后两边都能够很开心。那他怎么办到呢？比如说何老师，你刚用的那张图上面，我们明显可以看到，就是说买方他希望越低越好，卖方会希望越高越好，房价越高越好。这中间如果万一没有出现您刚刚的那一个虚线的空间的时候，那怎么办呢？那我觉得超级业务员他们的本领啊，就是把价格变成价值啊，他们都会用价值去游说客户去，比如说，房仲业他在游说卖方方面呢，他会告诉这个卖方，就是说，他要了解他的需求，因为通常豪宅的这个卖方并不是那么缺钱，而且当他预期未来房价会上涨的时候呢，他并不需要把房子丢出来卖。那我觉得房仲业厉害的地方就是他不帮客户创造需求。这个需求就是他为客户带来的价值，他很可能会去帮客户，比如说何老师，你可能是大户，这个房仲业可能会告诉你说，何老师，你在这个大直河岸边呢，有一个景观豪宅，但是呢，我建议你卖掉它，因为呢，未来更会有增值性的，很可能是转移到信义计划区了。这所以呢，你可能就会接受我开出的这个条件，那你可能就会委托我把这个大直的豪宅卖掉。那么同时呢，我也可以把信义计划区的豪宅卖给你，那在你卖方身上，我就可以做成两次的生意。那么当你愿意把这个大直豪宅拿出来卖的时候呢，我也会帮卖方争取最大的利益，就是说我用一个更高的底价来帮你卖房子。那卖方当然意愿又更高了嘛。那买方为什么他愿意接受卖方丢出来的高房价呢？那这时候呢，一样是要帮客户创造价值。什么样的价值呢？
我觉得这个超级业务员这个陈小姐她很厉害的地方，就是她经常会去跟她的客户分析，就是说房价也许现在是高点了，未来可能不一定会再增值，所以你也许买这么高，你可能会有疑虑。但是呢，我所丢出来买卖的房子呢，它是有具有稀有性，大直河岸豪宅面河岸的第一排，可能就这么一间了，你未来再也买不到了。所以呢，他去创造这个稀有性，或者是景观，或者说啊，这可能是前这个名人所住过的房子，这样的一种稀有性，当买方接受的时候呢，我觉得价格就已经不再是双方会 argue 的一个争执点。所以我觉得在谈判的策略上，我觉得价格的僵局啊，其实是有很多的策略可以去转化它的。那我们从这个超级天后的身上可以看到，他怎么样去了解客户的需求，针对他的需求去创造客户所需要的价值，不管是卖方也好或买方也好，他才能够成功的拉近啊双方的距离，然后达到双赢的甚至是三赢的一个最佳的效果。对，好，谢谢志军老师。我们刚刚的这个有关买价，买方的这个开价，卖方的开价跟目标价还有写点之间关的那个关系图呢，我们发现买方跟卖方呢，如果他们的开价呢能够有个重叠的空间，那这个重叠的空间呢就代表他们有机会达成协议。那但是我们同学可以观察这几年不管是在台湾全世界都有一个特性，在房屋市场就是房价不断的攀高的同时呢，这个卖方呢对于未来的房价呢会有一个幻想，他觉得他可以卖得更高。所以呢，我们可以观察到现在还有不管在台湾全世界都一样，这个房屋特别是豪宅它的开价都相当的高，可是买方呢会有一个不一样的认知，买方会觉得说哎呀这么高了还会再涨吗？所以买方呢又不愿意把这个价格这个开价开得太高，那买方的底价呢也在下修。所以呢，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按照一般市场的法则，买方的价格跟卖方的价格一个愿买一个愿卖的价格呢差距太大，那理论上是不可能有成交的情况。那这时候我们就看到很多这个价值型导向的这个业务员，他们就是说服买方跟卖方不要拘泥在这个产品的价格上面，而用价值用 value 用价值这个角度来说服买方提高底价，或者反过来说服这个卖方呢适度的降低它的底价，那让这个买卖双方的协议点呢能够再度创造一个可能达到成交的一个区域。我想这个就是这个房屋业务员销售员他们运用他个人的专业运用他对行情的了解，还有运用他对于买卖双方这个人性的掌握市场的研判，来拉近买卖双方的这个开价的差距，让双方的底线呢底价呢不要差异那么大，那进而达成交易。那甚至很多业务员他还更聪明的是，这个帮客户卖了一间房子，又同时为这个客户又再买另外一间房子，他等于做了两趟的这个生意。那我们知道这个房仲他的这个销售奖金呢是按照买卖价格来算的，那他就也为客户创造价值创造利益，也为自己创造更大的财富跟业绩。我想这个是在我们运用谈判底线关系之间很好的一个运用的角度。好，那这一段呢我们到这个地方先稍作休息一下。好的，我们刚刚讨论完底线目标点跟协议区之间的关系之后呢，接着我们要来探讨一下影响底线的因素有以下三点。第一点呢是谈判者对谈判事项赋予的价值。一般来讲买方来讲，如果对于这个谈判标的的赋予的价值越高，他就愿意开出越高的价格。那从卖方角度来看呢，他也愿意开出更高的卖价。所以影响底线最大的因素就是这个谈判的事项，或者我们叫谈判标的物，在谈判者心目中它的这个价值。所以我们刚刚也提到，我们如果把价值提高，那这个开价也跟着会提高，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谈判者评估谈判不顺利甚至陷入僵局的成本。好，这个成本如果越高的话，从买方的角度来看呢，他就愿意降低价格。我们举最简单从买卖房屋的角度来看，今天有一个买卖房屋的卖方，如果他认为
他评估自己，万一这个房子没有卖掉啊，没有卖掉就是谈判陷入不顺利，或者陷入僵局，或者破裂。如果这个房子卖不掉呢，他本身会面临到很大很大的资金压力啊，甚至会破产，会法拍。所以呢，这个情况之下，我想卖方就会把他的底线往下修。那从买方角度来看，也是类似的道理。如果这个买方评估他买不到这个房子，他大概也买不到更好的啊，或者是他时间很紧迫，他一定要在期限之内达成协议。所以呢，这时候买方就会评估，他就会把这个底线提高啊，以避免陷入谈判的僵局啊。这是第二个影响底线的因素啊，影响底线因素。第三点是谈判破裂的成本，这个刚跟第二点有点类似，但是我们谈判破裂成本是指更广义的成本。一旦这个谈判破裂呢，除了我没有办法达成协议之外，那我要再寻找下一个标的，我需要所花的成本时间，然后找到标的之后呢，我要重新谈判。那重新谈判呢，可能又没办法达成协议，我又要再找下一个谈判的对象。那这一连串的成本，我们叫做谈判破裂的成本。这个谈判破裂的成本如果越高，那代表谈判者越担心谈判破裂，所以呢，他越有可能在底线上做一个让步。如果是买方的话，就会把这个底价呢往上调；如果是卖方的话，就把这个底价呢往下调。哦，这以上是这个影响这个谈判当中底线的三大因素。好，接着呢，我们请教志军老师一个实务上的案例，就是说汽车有一些超级的业务员，好，我们 follow 刚刚也提到好一个小智汽车销售员的例子，他怎么样把这个谈判破裂的成本移转给对方啊？好比说我知道好像有些这个专卖这个高级品牌的哈，说豪华品牌的这个业务销售员，汽车销售员，他面对的客户也不是也是比较特殊的一个课程，那他怎么样运用这个策略把谈判破裂成本转给对方呢？是。那我现在可以来帮大家分享一个，就是说，因为我采访过几位这个台湾卖这个宾士高级轿车的这个业务员哈，那这个大家都认为说宾士汽车很贵啊，但是为什么我采访这些业务员呢？他可以一周可以卖到2到3台宾士汽车哈，那一台车上百万，为什么有些超业他可以一周就可以卖到2台车呢？那它的秘诀到底是什么呢？那我觉得何老师您刚刚提到，就是说怎么样去创造价值，去有利于谈判。我觉得这些卖这个高档车的这些业务员，他更懂得在这些富商啊、有钱人的客户的面前，去创造他自己的专业价值。也就是说，他不是在卖车了哦，他变成是在卖自己的服务。那他的服务包括就是说，哎，你跟我买车之后呢，每到要保养的时间，我会通知你，甚至还帮你开去保养。然后呢，还有就是说帮你验车。那保养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说车子事实上是具有一定的专业性，特别是名贵的车，买方车主一定会希望说你帮我保养到最好啊。很多时候我是事业很内行，可是车子我外行啊，所以我也想要让我的车子能够最顺畅。所以当一个汽车业务员，他比汽车的技师啊都还了解一部车的状况的时候呢，他就可以帮车主去排除掉他开车时候的各种技术上的障碍，同时呢还可以帮回报给客户说，哎，你这部爱车现在出了什么问题，我帮你做了什么样的技术解决，哇，你比这个车主还要更爱护他的车子的时候呢，这样的一个附加价值就成了这个客户呢愿意5到7年后愿意要想要换车的时候呢继续找他来服务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啊。我觉得这是从服务来创造价值。那么我觉得第二点就是说当然刚刚何老师你也提到，就是说谈判破裂的成本嘛，就是说其实像这种高档车是不太杀价的，也就是说我们买便宜的车还可以杀个好几万，这种宾士车基本上是不太杀价，价格是不容易松动的。那买方来说，为什么他要，就是说他当然会想要杀价啊，可是为什么当卖方都不杀价的时候呢，为什么我还是要跟你买呢？我觉得这些卖高档汽车的他们很聪明，他们会告诉他，等于说是用行动去告诉客户，你跟别人买便宜的车可能省了5万或3万，但是呢你损失的是这5到7年的服务，那专业的服务其实往往是花钱买不到的。所以如果你愿意不杀价，那么呢我却能够提供5到7年长期的服务给你，那到底是谁赚到？所以不跟我买车损失的反而是客户。当这个
谈判破裂的成本转移到客户身上的时候，其实客户他就会比较愿意用这个宾士汽车的这个开出的价格去买这部车，因为他买的是专业的服务，而不再是汽车。那我觉得这是这些超业他们很成功的一个重点。那我觉得，当然很多人都会认为说啊，商场上谈判一定先要弄气氛，搞人际关系。那么这些成功的这些汽车业务员，他是不是也经常要去跟客户应酬啊，喝咖啡啊，或者说上酒店啊、酒家去这个，在这个酒酣耳热之下，谈判是不是比较容易促成呢？那么在我访问的这些啊宾士汽车，因为好几位嘛哈，所以我浓缩的一个经验，我发现说，其实他们反而更比公务员更像公务员，他只是勤于服务，那么不会去进行任何的夜间活动啊，也不会到一个不正当的场所。那因为他的策略是什么呢？他觉得说，当我跟着你啊去进行娱乐活动，或者是说进行那么多这些氛围情境式的这些这个场合里面去，好像是搞人脉关系，这时候反而更容易掉入到对方的这个谈判的这个架构当中，因为他一定会说，何先生，你已经跟我是好朋友了，那就算便宜一点吧。当你掉入到对方的架构当中，你就不容易走出这个谈判的僵局，反而诱使对方进入到我理性的谈判架构，就是说我是以专业见长，我希望是以理性来跟你做生意的时候呢，那对方就比较会陷入到被动的情境下，那反而对我这个卖车的这个谈判者来说，就会处于比较优势的状况。那我觉得这是成功的汽车业务员，他不会轻易掉入到对手的谈判策略中，反而会把对手诱使到我的谈判情境当中。那我还可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认识一位女性的，也是卖这个宾士汽车的超级业务员，他就很擅长跟中小企业的台商呢做朋友。这种朋友变成是一个邻家的好朋友这种关系。那么当客户有任何商场上的困扰的时候，都还会找他聊天。他跟客户成了心理諮商医生的时候呢，当客户想要买车，一通电话打给他，三分钟就成交了，大家根本都不会碰到价格。那是因为这位女性的业务员，她已经成功的扮演了客户的心理医生，跟好朋友、跟好邻居这样的角色的时候呢，她的价值就在这个当中，那么她就比较不会掉入到这个价格的僵局当中。对，谢谢志军老师的这一段。这诚如我们在记得一开始我们在商业谈判课程当中就一再提醒同学是，商业谈判当中呢，不要拘泥在价格这个部分。那今天从这个个案里头呢，我们又学到一件事情，就是所谓谈判框架啊，谈判情境这样的一个概念。谈判者应该要有自己的利用自己的专业，然后来主导整个谈判的情况。好比刚刚在案例里面提到，如果就像很多过去这一些商场上的陋习啊，都喜欢用交际应酬啊，甚至到一些不是很正当的场所，那透过那种情境呢来谈生意。可是实际上在那个情境呢，因为它并不是一个你所能够主导的一个谈判的情境或者框架，所以反而因为那样的一个情境呢，就让自己的主导权反而这个丧失掉。那我自己也接触过一些上市柜公司的一些很成功的经理人，那他们也有个共同的一个经验，就是正正当当的做生意，提供给客户真正的价值，远比拘泥在那个价格上面的谈判来的更能够赢得客户的信任啊，客户的信任非常的重要。然后呢，很多成功的企业家其实反而很少交际应酬，因为交际应酬那个情境，就谈判上来讲，它并不是一个非常理性啊，也非常，而且在那个谈判场合很容易陷入刚刚志军老师提的这个价格的这个框架里头，就在那里面，大家就在那边谈，哎呀，我减十万，你加五万；我减多少，你加多少，好像菜市场讨价还价一样，而反而忽略了谈判价值的这个本质上面。好，我想这个可以特别提醒各位同学的。好，今天非常谢谢志军老师的参与，也谢谢各位同学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